好，同学是提到 focus 在要如何储存，每一台电脑都适用会跑板吗？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在电脑里面有装，假设你要编辑原始档，就是它的专案档 FS 的话，那就是要装。但是如果你只要播，就是 ESE 就可以了。啊，基本上这些应该都还好，因为它存好的，就包括你有用到的影片，有用到字体。用到那些图库都会在同一个档案里面，好，它不是像一般 PowerPoint 的话，我记得如果是声音或者是影片太大，它会用 link 的方式嘛，那在这边它是没有，在这边没有，它就是通包到同一个档案里面，所以你只要把那个档案带走就好了，好，只要把那个档案带走，基本上跑板的机会不是很高啊，但是要留意一下，就是我刚刚讲发布到网络上跟在电脑上播会有不同。哦，就是包括网络上的那个限制比较多一点，有些的那个物件它不支援的，你就要留意一下。再来，汇出 ESC 档是要另一台程式，不用安装，它只是把播放程式包在那个 ESC 里面，所以就好像 Flash 啊，你今天如果浏览器没有 Flash 的 Player，它就没办法播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播放器包在里面，那你就带着走。你点到它，它就有一个播放程式，那里面就有那个它输出的那个档案，这样了解了吗？了解了哦，好。